哇，已经有80多位直播间的这个小伙伴们，晚上好！今天晚上是我们做直播的第6个晚上。今天晚上呢，会给大伙带来一个特别特别的讲座，就是疫情之下的思考。而且今天晚上的主讲人呢，是我认为在过去的几天当中有特别经历的一位主讲人。因为呢，这位主讲人是一位上市公司的董事长，丁总也是我自己的私人老师、私人教练。所以呢，我希望我们的小伙伴们从这一刻开始呢，可以打开我们的胸怀，然后呢，拿出我们的笔记本来，开始记录下来。丁总会告诉我们在疫情之下，我们怎样呢能够做到转型之道。这一点呢，对我的启发非常大。所以呢，你看我现在已经全线直播，成为一名呢，正在走在一个这个中年网红的道路上。刚开始给大家今天晚上放了一首特别的暖场音乐，已经有人私信我了，说校长能不能告诉我这首音乐的名字？然后呢，我觉得特别特别棒。这首音乐的歌词是什么呢？这个音乐的歌词是啊，今天晚上音乐的歌词是比较特别，虽然有一点沉重，但是呢，我觉得对我们现在的各位中小企业主以及创业家的朋友们来讲，可能呢是给我们激励前行的一种动力。歌词是这样讲的，叫沉重的现实如甘霖降落，清醒还是买醉？叫 water or wine，我第一次知道清醒还是买醉这么复杂的一个词，原来是用英文是这样来讲的。这个清醒还是买醉，不要逼我做出选择。但是呢，这个为了和你，只为了和你达到你的身边，我愿意穿荆渡棘，我愿意呢穿过荆棘，我愿意与狼共舞。我也曾经四面楚歌，走投无路。但是呢，这个为了能够这个达到你的身边，我愿意呢穿荆渡棘，愿意与狼同啸，然后呢达到你的身边。我觉得呢，在这个时刻，让我们坚守住心中的梦想，那就是呢，无论任何时候，我们都要对我们自己的中小企业、对我们的企业来负责任，对我们的梦想来负责任。我们要保持从不向命运低头的那股劲头。这样的人生没有道理不成功，所以呢，我希望每天晚上8点整，维多利亚教育集团的14天共学营能够带领大家激励我们的决心，然后呢，激发我们的斗志，然后呢，共同迎接这一段艰难的日子。我相信呢，今天有很多朋友在群里给我发了特别特别感人肺腑的，而且我可以感觉出来，大家呢是用心在写的，表达对学校这个，包括对校长组织这场活动，包括对我们老师组织这个14天共学营的这种感谢。我希望在将来有一天，当我们每一个人都做得非常成功的时候，我们会想起来，在疫情到临的时候，我们有这样共同度过的共学营的，每天晚上8点钟大家相约在一起的日子里。好。那下面呢，我要请丁总啊，丁总不愧是企业界的大咖，然后呢，7点半就已经在这个地方正装等待大家了。丁总的经历是这样，一方面呢，他是我认识的为数不多的这个我见到活着的啊，而且呢就在我身边的这个上市公司的董事长，因为我见过很多呢都是电视里的，这一次呢是我身边的一位上市公司的董事长。跟大伙讲实话，我在周一的时候讲过创业，我这个人呢一开始是其实不服这件事情的，我没觉得人家这公司做到上市得有多么了不起。但是呢，随着这几年我自己独立的来经营这个学校，然后我自己越来越多的感受到，其实一个企业能够做到上市，真的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对这个掌门人，无论是在他的智慧，无论是在他的专业，无论是在他的胸怀和韬略方面，都是要超过常人。所以呢，我现在是心悦诚服的拜丁总为师。我是在2019年的1月份，然后呢，成为丁总的第一位。这个我说你，我成为你的第一个门下名弟子，我希望也是最后一个啊。这个，那我非常感谢丁总呢，在过去的一年当中，在股权架构方面，在员工的绩效考核方面，包括在商业模型方面，完全打开了我的思路。然后我自己呢，这个发自内心的感受到，我希望所有的中小企业主、白手起家的、每天辛勤劳作的我们，因为在丁总的帮助下，聆听过今晚的这样一场讲座，能够让我们对我们的企业，然后呢，对我们的事业有一份全新的认识。通过这次疫情，我们没有虚度时光，而是呢，不断的更新迭代，然后呢，不断的建立起我们自己的在自己行业里的帝国的地位。我相信呢，这个我们在座的朋友，然后我们一起来进步，我们一定可以做到这一点。
那另外一点呢，我要告诉大家一个秘密啊，丁总呢也是口才极好的一个人，某种程度上呢，我也认为呢，他是一个特别有慈悲胸怀的一个人。丁总呢，他自己在这个很多大学里都是客座教授，而且他创立了这个一个特别的摩根金融学院，是帮助很多想创业的朋友，他给大伙呢资金，给大伙指导，来帮助这些年轻人，带领他们进行创业的迈出的第一步。所以呢，丁总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气宇轩昂的一位主讲人，也是我自己的私人老师。我呢，这个200%的、300%的推荐丁总。亲爱的小伙伴们，亲爱的小伙伴们，107人在线了。那我们呢，这个我用热烈的掌声，大家呢举手举手，然后呢，我们来欢迎一下我们丁总啊！很多人给我举手了啊，谢谢谢谢谢谢，我们继续举手举手啊！好，我们来欢迎一下丁总，谢谢。丁总，您请。非常高兴哈，这个在这个疫情期间能够跟大家有分享这个，而且有这么多的这个愿意学习的人在这个在听这个一堂课哈。这个疫情呢，这个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疫情怎么一个看法哈，我自己也有自己的一个看法，今天呢，很好的跟大家一起分享。好，因为校长呢，就是给我的题目比较大，我把题目缩小了一点，就是疫情之下的思考，就是把我对疫情的一些思考跟大家分享，希望呢，对大家呢有一点点启迪吧。然后呢，本来呢，我有一个前面呢有一些自己的介绍，这个，刚才校长已经介绍了，所以我就把它简单一下，就把它忽略掉哈。其实呢，我呢就是做一级市场的，做过很多的基金，也做过基金经理，然后呢做过一些并购项目，然后呢也做过上市公司，也是大学生的创业指导老师。我们的团队服务过的企业呢，比如说中国的中石化呀、青岛啤酒啊。然后大唐电讯呢、五矿啊、中国农业银行啊、国家电力中心呢、北大方针呢，这些我们都服务过，所以我们服务过一些公司。我现在也是一个基金经理合伙人，同时也是几个公司的这个叫什么呢？董事长。然后呢，我们呢就是原来做的时候也曾经创造过一年就是35倍的这个增值的这个传奇吧。所以呢。做过一些一级市场的一些事情，然后呢，自己也创业。现在呢，主要是辅导一些人创业，自己也带着在创业。现在做原商面这个项目。我第一个想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静气心灵的拷问。这个题目是不是比较好啊？这个，因为跟大家看不到大家哈，所以我只能就大家可是，以 chat，大家可以，打字。对。然后呢，大家呢如果有什么反馈，你们可以打字，我可以看哈。这个我首先呢，就是因为疫情到来的时候呢，大家都有些心情，都有些东，有一些不同这个哈，就有些心情。我呢在3月5号的时候呢，惊蛰这一天，我自己把我的心情总结了一下。我想把这我自己写的一首小诗，我念给大家，好不好？这个小诗的题目叫《等》，这是我当时一种心境。我念给大家：等，清晨很近，都坐窗前，一杯清水，静等风来，静等花开，静等小草透青，静等美食满桌，慢慢体会等中的静谧，等中的空，等中的无。这是我在3月5号的一种心境，我就说疫情来了以后怎么办呢？所以呢，我觉得疫情来了以后并没有什么可怕。我们这里面最后两句“等中的空，等中的无”，其实呢，是我这些年学佛教的一种体会。很多东西都是空的，很多东西都是无，但这空和无是因为有。而才会空，因为有才会无。同时，我也希望这个叫什么呢？疫情很快离开，让叫什么？
世界恢复平静，让这个世界更干净、更清净。所以呢，这个一个，这是我的一个当时的一种心境。然后3月26号呢，我们已经在家里待家里了。这个时候呢，我又一种心境，这种心境呢，也分享给大家。世界停止了流动，我们一起慢下来，在家也很温暖，拉拉家常，吃吃自己做的美食，找找童年的故事，还有那初恋的甜蜜。哎，是不是读起来也很美啊？所以呢，疫情来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静下来思考一下，它可能不是个坏事，让我们把以前工作当中纷繁的东西抛开，我们静下来想一想，也许真是一个好事。这个世界太长的时间都在叫什么浮躁当中了，如果我们能静下来，那是多么一个美好的事情。这对我们沉淀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在疫情到来的时候，我有很多的一些想法，为什么会产生疫情呢？疫情还会发生吗？然后呢，今年呢，我又做了一个 AI Financial 这个公司，我就想，为什么要终身保险呢？保险能让你和你的后人变得富人和变成贵人吗？其实我这两张图片大家就看知道，有一种生活就是什么，面向大海，春暖花开；有一种生活就是什么，低头奋斗。其实，在这个疫情为什么会来，是不是我们人类贪欲造成的？是不是我们人类的占有欲造成的？如果我们多一些分享，多一些热爱这个地球，多一些热爱大家，大家更平和一些，我们疫情会发生吗？如果我们不改变原来那种对地球的侵占，对资源的侵占和贪得无厌的占有，疫情一定还会发生。所以我们静下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思考一下，为什么会发生疫情，我们有不有想法让它不再发生。当疫情来的时候，很多人都说有保险多好。其实呢，我的 AI Financial 公司完全颠覆了保险的理念。保险这是基本的需求，更多的是要投资挣钱。所以我就想，为什么很多人买这个终身保险呢？买花那么多钱去买庸鱼呢？让自己的生活过得很紧迫，而且去占用了很多的资源。其实这些都是没必要花大钱买庸鱼。通过这次疫情，也让世界认识了更多的东西。我们需要人的世界，而非政治的世界。所以，我们中国古人的古诗再次在天空鸿响：“山川异域，风雨同天。青山一道同风雨，明月何曾是两乡。春已来，花已开，智者不慌，静等花开。”这是多么好的一个境遇！我希望我们的地球，我们的世界真的要像这样的美好。世界是一个大的家庭，大家相互关爱，相互进步。我们做企业的，我们一定要为这个世界做贡献，为这个地球做贡献。这是我自己在疫情当中自己心境的
心里深处的一种拷问。对疫情在企业到底怎么样呢？我有一个基本面的思考跟大家分享。第一个，一定要调整心态，积极应对危机，不要恐慌。首先，我们如果你是企业主，确保不翻权是全场最重要的目标，所以你一定要想到让企业活下来，这是我们首先要想的事情。第二个，一定要开源节流。在这个困难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一定要果断地舍弃那些非必须的资源，留下核心人员、核心业务，现金为王。如果你手里有现金，一定要慎重慎重。第三个，要进行资源上的整合，企业主动和利益相关者合作，争取上下游企业联手，争取金融单位、房东等的支持。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第四个，更轻，让模式更轻，用云办公、临时岗位、社群服务，这是我们以前不怎么重视的，但现在必须要去重视做这些事情。第五个，要用超越性的思维，在危机中寻找机会。危机就是危险中有机会。沉舟侧畔千帆过，直挂云帆济沧海。我们一定叫什么，在危机中能找到机会，一定在别的没有准备的企业的失败中，我们能够走向辉煌。然后呢，这是我对基本面的一个思考。另外一个呢，在深层次我也有些思考。对做企业，第一个，企业家这时候要有新的思维。昨天我们的盈利靠什么？靠产品盈利。比如说沃尔玛天天低价， IKEA 越卖越便宜，优衣库、格兰仕，这些都是靠产品低价来生存的。所以他们的盈利模式是研究怎么帮顾客省钱。还有一种是品牌盈利，比如说像星巴克咖啡，它就是靠它的品牌走遍世界。还有 LV 3万块钱的包包，其实它的成本就500块钱，它靠品牌来赚钱，品牌的价值29500。所以它的商业模式从功能到情感到文化，研究客户的心灵的需求，这是昨天的盈利模式。所以我们在疫情的情况下，一定深下来想一想，我们的盈利模式是什么？今天的盈利模式是什么呢？今天的盈利模式应该是模式盈利和系统盈利。模式盈利也叫隐形盈利，比如说小米电视，小米把电视机的价格狠狠地砸下来了，但小米从哪里赚钱呢？你只要买的小米，你就知道，你只要看它里面的节目，很多都是收费的。所以呢，它是把看得见的钱分掉，赚看不见的钱。你的企业也是这样吗？还有系统盈利，比如说汉庭是旅馆业发展最快的，它用几年的时间，它的客房量就已经超过了世界上最老的叫什么万豪。为什么会这样？它用整合的思维，叫什么，用携程获取流量，用宜家获得管理，所以把该做的事让专业人的去干，钱进自己的账。这种商业模式你思考过吗？那么明天是什么样呢？明天是资源盈利，比如说银行，比如说百利鞋业。为
大家不知道，知道不知道百利鞋业？百利鞋业它是在很多的商场里头都买下了位置，所以这个位置只有百利用，所以它在资源上占领了。比如说东阿阿胶，它把胶的源头给占领了；比如说滴滴打车，它把车的流量给占领了。所以叫资源垄断这种模式。然后呢，就是收租盈利，比如说迪士尼，它用无形资产的盈利；高通专利技术盈利，还有我们马主席的大摩院，都是用无形资产技术专利来盈利。所以我们新一代的创业者一定要重视我们的企业的门槛，我们有没有自己的专利技术，有没有自己的专利。后天盈利是什么？要金融盈利和国家盈利。金融盈利比如说阿里的支付宝、腾讯的微信支付、苹果的 Apple Pay。 然后国家盈利叫阿里帝国生态，还有税。所有的生意都是为了赚钱，为什么不开始就做钱的生意呢？这是我们往后面思考的东西。所以我们在疫情的情况下，我们能不能多一点思考我们的商业模式？第二个方面，现代老板的能力。我认为现代老板必须具备四种能力。第一个，股权设计的能力。如果做一个公司，你不懂得股权设计，这是有很大的缺陷的。第二个，商业模式的设计能力。第三个，融资的能力。第四个，招商和渠道建设的能力。这里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要提醒大家，融资不仅仅是融钱，是融人、融资源，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现代的企业，如果我们创办一个企业，如果没把这几个方面想好的话，你千万不要动手。而且融资走来叫融资，要用融资的办法去建立合伙人，建立把资源整合起来，要用商业模式去融资，要用股权去融资，通过招商来融资，通过渠道来融资。所以这些是我们现代老板必须要具备的能力。因为我前面在学校讲这个股权设计和绩效考核这个课，股权是企业发展中非常重要的工具。中国最著名的天使投资人徐小平说过，合理的股权设计的重要性超过了商业模式和行业选择。股权主要是融资，吸引人才，降低成本，留住人才，激励人才，维系关系，增强粘性。股权融资是抵抗风险、保全资产最好的办法。股权设计呢，我认为有三个要素，一个是定对象，第二个定规则，第三个定结构。股权设计呢有四个要点，就大家一定要知道，就是控制权比股份更重要，人比钱更重要，能力比关系和资源重要，股份要和贡献投资相对应。您考虑过没有？股权是什么意思？就是股份加权利。所以股权的真正的重要性是控制权。我们用股权去融人，而不仅仅是钱。而用什么样的人？有能力的人。所以我们的股份比例要根据什么？要根据贡献和投资来对应，而不是你吃多少钱来对应，这样我们就做得错了，而且错得很远。股权呢，设计有两个原则，一个是顶层控股股权的设计，一个是基层
激励权的设计，两个原则，顶端封闭，底端开放。今天呢，因为时间比较短，我只能把股权的最最关键的东西告诉大家，因为大家来了，也要给大家一点干货。所以我们呢，也讲一个案例，在股权锁定蔡宗庆、马云，阿里巴巴的马云的阿里帝国，阿里巴巴上市的事件告诉我们，股权是干什么？股权吸引了人才，蔡宗庆；股权留住了人才，十八罗汉；股权融资融到了孙正义；股权可以打市场，与雅虎合作；股权设计控股，就马云不到10%的股权。控制了整个阿里巴巴阿里帝国，所以这个股权的重要性，大家知道阿里的发展跟蔡宗庆的关系是多么的密切，但是在阿里的当年，蔡宗庆能够舍弃500万年薪，拿500块钱的月工资进到阿里，那是那么简单吗？绝对不会是的，是因为有一个很好的股权激励措施，所以蔡宗庆到现在他的股权跟阿里的创始人马云不相上下，而且他是和马云一样是永久的合伙人。所以马云现在已经退出了主席的位置，但仍然保持合伙人的资格，而且在阿里巴巴的设计当中，合伙人是决定董事会的，所以合伙人是多么的重要。现在阿里巴巴有38个合伙人，但是合伙人的主任就5个，其中有马云和蔡宗庆。所以我们在做创业的时候，一定要利用股权去留住人才，吸引人的人才，然后去融到资金。马云也是这样的，他蔡宗庆到了以后，他给他的第一个融资就是叫什么高盛，他拉来了500万的融资，然后紧接着就孙正义，孙正义进来以后，有了孙正义才会跟雅虎合作，雅虎给他投了10个亿。所以股权的重要性在这里就很明确地告诉了我们。所以如果我们做一个创业公司，或者我们现在已经做公司了，没有把这个股权给用活，那是非常可惜的一个事情，非常非常可惜。第二个案例就是奚少爷股权纷争告诉我们，当时奚少爷的股权是孟斌、宋鑫、罗高锦、李德4个人的股权比例，你们一看这个股权就特别的叫什么分散，所以呢他们就带来了纷争。所以创始人的股权最好有一个人是叫什么在股权上有50%以上的说话权。任何一个公司有一个真正的领袖，如果没有这个真正的领袖，这个股权设计是有问题。这里面的股份的设计虽然分散，如果我们把股权用的比较好的话，它权力的分配完全不可以不按股份来做。这个时候你知道吗，就会有真正的控制人出现，因为他们没有这样做，所以在期间奚少爷就形成了纷争。他是叫什么餐饮行业当中的新秀，还好奚少爷很快就平了这场纷争，而且现在走上了一个好的道路。第三个案例我要讲乐视帝国，大家都知道一提到乐视都
都想到中国最大的老赖贾跃亭。但是我认为贾跃亭的商业模式的设计到现在为止也是最高级的。他这里有三个软件，三个硬件。硬的东西是什么？乐视手机、乐视 TV 和乐视汽车。而软的方面就影视内容、金融服务和体育直播。因为乐视硬件部分他不想赚钱，所以他的硬件都很便宜，但是软件部分的赚钱是相当厉害的。他把鱼和拥有庞大的流量，鱼和把流量变现，他做得非常非常的好，把看了的钱分叫什么分掉，硬件部分不怎么赚钱，背后赚背后看不见的钱，这个设计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设计。但是大家都知道现在它很困难，为什么困难？困难是另外一个事情，因为他们的团队花钱的速度叫什么呢？比融资的速度更快，所以它的管理上有问题。这里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企业有没有价值，三个方面。一个方面，有没有好的商业模式；第二个是方面，有没有好的资本模式，就是能不能融钱；第三个方面，有没有好的管理模式。这个方面做得很好，你的企业就很值钱，而你的企业就会在一个正确的轨道上发展。所以我们在疫情到来的时候，通过这三个案例，你们想想，一个你们在股权上，第二个你们在商业模式上，第三个你们在管理上，是不是真的可以静下心来去做一些事情。如果能够把这些事情做好的话，这个疫情给你带来的可能是福不是祸。所以呢，我非常很高兴在这里跟你们分享这些。在疫情到来的时候，多伦多有没有机会？我认为多伦多有非常多的机会。第一个，多伦多是 AI 的高科技之都，有大量的科技人才，所以这是机会。第二个，在多伦多传统的行业都可以重做一遍，因为用中国人的智慧拥抱西方的文化再做一遍，用我们新的思维再做一遍，那一定是非常响亮的，而且是非常有前途的。第三个，人才优势，在多伦多有很多的高端人才，使用起来非常方便。第四个，边际成本很低。所谓边际成本很低是什么？你只要用心去做就 OK 了，一个字，干。另外一个，对于我们中国人，我们除掉在这里做事以外，我们背后的中国资源是我们坚强的后盾，是我们一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金矿。同时我也想说一下维克多利亚的机会。其实维克多利亚这20年来一直为华人社区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疫情到来以后他们也还在线上来做公益，今天的课就是一个公益课。他们也在转型，从线下转到线上，他们也在做商业模式的更新，也在做股权的更新。如果利用这个疫情能沉淀下来，更好的打造维克托利亚，在疫情过去以后会迎来柳暗花明的一天。我希望他们是这样。我这里最后有一，我很喜欢这首诗，叫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素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讯，告诉他们我的幸福，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我将告诉每一个人，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木森人。我也为你祝福，祝福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祝福你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你在尘世喝得幸福。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所以我希望疫情会很快过去，我希望我们在多伦多、在加拿大、在北美的创业者会迎来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那一天。谢谢大家，这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希望对大家有一点点帮助，谢谢，谢谢。来，我讲的差不多了，讲完了。啊，没没讲完。对，那我问一下。好，对，大家呢有什么因为呢就是一个多小时的课程，就是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嘛，就有一段是答疑，这个就是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那个就是提问我，因为我是做企业这个创业指导，做过企业创业指导老师嘛。所以你们有任何的问题，我都可以回答你。我希望大家能提一些问题。在这边，请老师解释一下社群服务与轻模式的关系。OK， 好。这个我跟大家那个解释一下社群服务哈，就是社群服务是一种商业模式。这个社群服务呢，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在群里销售，就是在自己建一个社群销售东西，这就是一种最原始的社群服务。但是这种社群服务呢就缺少呢就逻辑关系。如果我们把这种社群服务用一种小程序或者是用一种 APP 给它链接起来，形成叫什么，形成信息流，然后形成交换，这样就可以叫什么呢，真正的形成社区服务。所谓轻模式是什么呢，轻模式就是我们用轻资产的方式，比如说云办公，比如说线上上课，比如说知识付费，这些都是轻模式。这些好，有人问到西少爷这个案例，就是西少爷这个呢，因为他的股份的比例是比较分散的，最多的呢是 37% 点几，这个呢他有，在这种情况下他有一票否决权，但是呢他没有控股，更没有绝对控股，所以当大的决定来临的时候，大家有分歧的时候，就没有一个人真正能站起来能够决定这个事情。所以这个东西怎么解决呢，就是呢有四种方式解决。第一个就是把股权进行重新分配，就像那个大家都知道，他的同样的做餐饮的就海底捞，海底捞就是首先是两个股东，首先是四个股东，每个人 25%， 后来呢就是张勇呢就进行了合并，然后呢让有的股东退出了，所以呢这个样的呢就是，然后呢把最后呢蔡永红的那个股份收购了等等，这些方法而解决了这个问题。西少爷这里呢还可以做什么呢，就是股东授权，就是股东的股份投票权授给他，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第三个办法呢也可以用牛卡，就 AB 股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第四个呢就是呢他还可以
用增发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这个就能够解决这上面的问题。我希望呢，就是如果大家进一步的要了解呢，这个讲起来就比较多哈，大家可以呢，就是我们可以学习。哦，有人希望知道原商面的股权是怎么设计的。原商面的股权设计呢，它是一个如果你想了解呢，我可以仔细跟你们那个探讨。这里呢我大概讲一下，就是说呢，我们的股权实际上是开放的，我们走来就把原商面股权票纸化了，就是原商面的它有一个专利技术，我们股价做了100万的一个价值，然后呢有其他的股东呢就是投钱，每个股东按钱的比例出了股份，但是因为这个发起人是我自己在这里面有一票否决权，那么就设计了一票否决权，同时设计了 AB 股，我的在里面的股的就是投票权是1:10设计的，用 AB 股的形式设计。具体的这个东西我们可以那个叫私下里再跟大家分享。好，马云呢10%的股权是怎么控股的，是马云呢他是通过合伙人来控股的，就是因为股权的话更多的是要通过董事会和股权激励来完成，他这个董事会必须是合伙人来叫什么呢，来推荐董事会的成员，而马云控制了合伙人这个团队，他75%的人同意他才能做合伙人，而马云和叫什么呢，马云他的叫什么呢，合伙人的里面占的比例，他占的比例是非常大的，因为什么呢，孙正义和那个叫什么呢，雅虎在阿里的占的股份很多，但是投票权全部都给马云了，所以马云在这里面他是控股的，他是股权上是控股的，股份上是只有6%多。什么叫顶层封闭，底层底端开放呢？这样就是顶端，就是说我们最好哈，我们的公司都要有个控股公司，这个控股公司能够对公司进行控制，这个呢就是合伙人是要封闭的，不要太多的人，因为很难形成一致的叫做决议。底端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对下层的，你千万做一个公司以后不要做一个公司，你可能会做项目公司，项目公司的股份把它开放掉，但是项目公司的控股权在控股公司，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做到。给大家解释的不知道是不是清楚哈，就是我希望你们能清楚，如果不清楚你们可以就不断的提问我。那个我是那个就是做了10几年的企业的辅导，我是做实际操作的，这些都没问题。要不要成立海外的控股公司，这个问题哈，非常好，就说如果你要是中国的公司的话，你需要，如果你要在海外融资的话一定要做海外的控股公司，因为中国的有些法律限制，所以你做海外的公司就可以做海外架构来进行融资，这样就比较方便。原来呢就是海外做控股的时候他们都会在免税岛那个做公司，比如说在开曼，在 BVI 这些地方做，现在呢如果在美国上市的话这些公司已经不太好使，所以呢现在税比较低的在香港，或者你直接到加拿大来注册公司，这样都是可以做的。为什么说多伦多的 AI 比较发达呢，你都知道这个在多大 AI 之父就在多大，所以这个在多伦多的话有一帮专业的 AI 团队和 AI 研究机构在这里。哦，这个我写的诗是因为我有一点点文学基础吧，虽然我是学理科的，但是呢我呢就是把自己的心境写出来而已，这
所以我希望你们喜欢，谢谢你。如果你们要需要这首诗，我可以发给大家。哦，这个 PPT 可以分析，可以给大家的。这个 PPT 呢，我回来让那个就是维克多亚的小助手哈发到这个群里，好不好？因为我是实际操作的哈，所以那个讲课呢，是因为你们有什么问题，你们都可以提的。就是有人问我为什么说买保险是很浪费的，因为不是买保险是很浪费的。就是保险它这是一个基本的功能。现在呢我们 90% 人呢买保险买错了。为什么呢？你买的是终身保险。终身保险就是我们年龄大的时候那一段保险是不用买的，你买了。所以你买错了。这个是叫什么？花很多的钱去买庸余，这个是错误的一个选择。你应该买最基本保障的。比如说我现在我自己57岁，我儿子小儿子13岁，我再买12年的保险，我儿子25岁，这保险就结束了。并不要买到85岁，买到90岁，那些越到后面保险就越贵，那些花那些钱就是错误的选择，而且把前面的生活过得特别的叫什么艰苦，那是错的。好，这个还有很多的问题啊，好像我们在群里，我们在那个如何通过股权激励员工，哇，这是很大的一个这个，这是很大的这个，丁总您诗写的好棒，这个对，这个股权激励员工，好的，那个大家看一下，丁总在这上面再回答一下问题，然后呢，我们丁总会在群里边跟大家来互动了，各位小伙伴，这个丁总您这边已经这个要么进行到下一页，最后一页我看一下啊，这个日签，对，然后。对，好的好的，行，那个那我在这边，这个我请大家举手啊，直播间的小伙伴们，这个丁总呢我们来举一下手啊，表达一下我们的热烈啊，这个来感谢一下丁总，哇哇哇哇，我希望有30个人，哇哇，30个人，哇，已经30了， OK， 感谢，谢谢，好的，这个丁总真的是讲得很棒啊，这个那我们呢，这个今天晚上呢是讲了大家相对来讲感觉呢好像不是一个特别多的人然后能够理解的一件事情，但是实际上呢如果我们只要是想创业，或者是呢我们正在这个创业的过程当中，然后呢股权架构绩效考核，然后呢包括我们的商业模型都将非常非常的重要。我有一个好消息是呢丁总在这个终于在这个去年的下半年，在我的说服下，终于呢肯开班，然后呢我们已经成功的完成了多伦多、温哥华分别2期的这个股权架构绩效考核商业模型的课程。那我们下一期呢将把重点放在大家呢特别想知道的就是绩效考核怎么样能够调动起员工的积极性，因为呢这次疫情来了之后呢，其实所有的老板都会感觉到力不从心，因为你会发现呢你一个人呢只有一个手指头，你的这个力气是非常非常有限的，只有你把你的员工全部调动起来，一个拳头打出去，我们才是有力量的。所以呢这个这一次呢我们请丁总开了一个特殊的课程，是绩效考核如何激发员工的积极性，然后呢股权架构以绩效考核作为一个最重要的这样一个知识点来给大家传授。很多朋友跟我讲，尤其美国的一些朋友跟我说在美国呢都没有专门针对中小企业主的这样一些非常接地气的讲座，只有呢这个发现在北美在多伦多这边呢才有这么好的这么接地气的讲座，希望大家不要错过。那我们那个讲座呢是在4月4号周六的下午2点半，下个星期六下午2点半，
那我们在座的朋友呢，如果想参加我们四月四号的讲座，你如果想跟丁总有更多的一些这个交流和沟通的话，可以扫我们目前在我们的页面上上方的这个小助手，这是我们的 David 小助手啊，非常负责任的一位年轻人。然后呢，回复这个绩效考核，回复丁总，然后呢，我们 David 会帮助您拉到的有关丁总的专门的私域流量的一个群里，就是专门来给大伙讲股权架构、绩效考核。那我相信呢，对于我们大部分对这方面没有任何概念的朋友来讲，实际上呢，我们都要学习来做进行这件事情。然后这是我们的 David 小助手。很多朋友看到下面啊，增加了一个新的下面这个是我们的什么呢？下面这个呢，是我们维多利亚教育集团的官方的微信公众号，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因为是一个服务号，所以我们每个星期二，然后呢会准时给大伙有八条最新的信息发布出来，大家都可以扫一下这两个二维码，一个是 David 小助手，一个是官方公众号。好，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是呢，因为我们的创业投资营明天晚上将是最后一天，是我们的第七天。那明天晚上呢，将给大伙儿来讲一个比较特别的话题，特别接地气的一个话题，就是疫情之下如何处理房产有关房产投资的所有问题。因为呢，明天晚上这个讲座呢，实际上是特别特别的，大家群众呼声最热烈的。大伙儿都知道，多伦多从2020年以后，这个呢，2020年唯一听到的一个好消息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排着队的所有人都在抢楼花，但是呢，大伙儿一定要知道，房地产投资是中国人最喜欢做的实体投资、实物投资的一种。但是呢，一定要知道这是一个双刃剑。那我们2020年是不是所有的楼花都能赚钱？是不是所有的这种保值型的120万以下的镇屋都能赚钱？实际上呢，明天晚上的主讲人是一位青年才俊，然后呢，我自己呢真的是觉得特别特别感动。他是在700人的大型的金融地产公司里边，在地产公司里做到了 Senior VP， 最年轻的 Senior VP， 同时呢，他自己也是呢这个连续3年全公司这个业绩最佳第一名 Top One。所以呢，他有非常丰富的经验，而且他也是 Rotman 商学院啊，属于高知识型的一位主讲人，而且特别帅啊，是一个帅哥啊，年轻的帅哥。然后呢，来给大伙儿来分享，一方面到底哪些是雷，哪些是宝，然后呢，到底哪些是黑建筑商，在榜上有名的黑建筑商。然后呢，另外呢，有个寻宝图会告诉大家。然后呢，另外明天晚上呢，他也会给大伙儿分享，那我们房子疫情来了之后呢，不能交接怎么办？方方面面的问题都出现了，疫情改变了一切。所以明天晚上8点钟，希望大家呢不见不散，来听我们投资创业营的最后一讲。那我们很多小伙伴说，我们已经养成了习惯，校长每天晚上8点钟7:50就搬着小板凳进来听音乐，然后呢8点钟准时开讲，那我们下面会是怎么安排呢？那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从这个3月30号周一晚上开始，将进入我们的职场营。职场营呢，适合的人群，我们所有要找工作的小伙伴，所有想换工作的小伙伴，所有对于自己的未来的职业发展有期望的小伙伴，包括呢很多家长们都一定要来听一下。职场营的第一场开营仍然是我自己来讲。我刚才跟大伙开玩笑，我说我自己现在走在了中年网红的道路上，然后我自己都没有想到啊这么受欢迎。这个我一直以为我只有在线下才能感受到，让大伙感受到我的气场，现在看来呢，这个已经到了第6天，我就已经练出感觉来了，直播的感觉啊。在这一点上，我相信很多像我一样的中年，这个不叫妇女，叫中年女性们，都应该学一下啊，勇敢的迈出自己舒服的这个区域，然后呢大胆的拥抱新的生活。所以呢，这个我有3场讲座，我迄今为止还认为是讲的非常有含金量。第一场呢，就是我上个周一给大伙讲的创业营。那第二场呢，就是呢下个周一，就是3月30号周一晚上8点整，我会给大伙讲整个职业规划。我认为呢，其实这才是我的专业，在过去的21年融化到我的血液里的，我最有激情的一部分就是为大家做职业规划，为大伙儿来画出一个完整的，如果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如果一个正在读大二大三的学生，如果一个现在想换工作的朋友，那整体的北美的职业规划是怎样，希望大家呢有机会可以来听一下。
当然呢，我还有一个讲座是这个大伙最每次听的人群都是最多的，就是我讲藤校，就是如何培养这个优秀的孩子，如何让这个孩子更加优秀。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能上藤校。然后这个讲座呢，在这个上个就是前天，然后呢，这个用直播平台，然后当时是5000人在线啊，很多人给我送口红啊，送包包啊，送香水啊。当然我也不知道怎么领取啊，但是呢，那场讲座如果大伙有兴趣，可以在我们的共学营里跟我们的小伙伴申请。因为我们14天共学营结束以后呢，我们会休营1周，然后接着我们会有新的主题给大伙带来，陪伴大家度过疫情的每一个晚上，每一个晚上都温暖，这就是我们的目标。所以呢，明天晚上8点钟，7:50进来啊，明天晚上我会给大伙准备一首比较特别的一个歌曲，然后呢，这星期一下周一，然后也是希望大伙7:50进来，下周一呢，我将第一次给大伙准备一首中文的歌曲，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首中文歌曲，特别棒啊。好，那我们呢，今天的日天，今天的日天是，如果我们总在等待绝对的一切就绪，那我们将永远无法开始。这不是我说的，这是我们著名的俄国的作家啊，这个屠格涅夫所讲的一句话，就是如果我们总是在等待，说一切都已经准备好了，我再开始，比如说我有创业，然后呢，比如有个梦想，那我们将永远无法开始。用英文讲就是说呢，你不可能一切都 ready， 然后你再去做一件事情。如果你很有冲动的想去做一件事情，那我们就应该开始着手准备，那我们就应该勇敢的去做。所以今天晚上这是我们送给大家的日天，因为呢，我知道今晚可能比较多的像我一样的创业家或者中小企业主，然后大家呢，这个难免在疫情来临之后呢，我们会放弃我们的梦想，我们会这个迟疑我们的梦想。我来告诉大家，没有关系，坚持梦想永远是正确的，而且呢，只有面对一切挑战都永不回头的这样一种高昂的一种斗志，这样的人生我们怎能不成功呢？好，这个亲爱的小伙伴们，我们的直播间将在5分钟以后结束，我会把这幅图留在这儿，大家可以扫描 David 小助手和我们丁总直接交流，可以扫描我们的二维码，维多利亚的官方公众号。那我们的丁总刚才已经在群里，有人问了，丁总在群里吗？是的，丁总现在已经进到了我们的一群和二群，一群有500人，二群有320人，然后已经进来了，请大家准备好我们的鲜花和我们的掌声。然后呢，丁总这么低调，然后呢，这么有成就的人能够拿出宝贵的时间，在疫情的时候呢，专门来到直播间现场给我们讲座，真的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所以大家不要吝啬我们的鲜花，不要吝啬我们的掌声，只有打开胸怀，才能够向更优秀的人学习，才能够和更优秀的人站在一起。那我们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呢，大家这个最后一次，在我代表大家掌鼓声，这鼓掌，然后呢，我们其他的朋友呢举手，我们呢这个对丁总说一句感谢，然后我们呢我们进到群里和丁总来互动。哎，丁总，这个跟大家来这个，道个晚安，已经21个人啊，哇哦，这个举手啊，这个表示对您感谢啊，谢谢对，来丁总向大家啊道个晚安，这个非常谢谢大家，非常谢谢大家能够听我的课，希望大家跟大家交流。也希望大家在事业上成功，在疫情中平静心态，一定会有一个叫什么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那一天，我们期待的相逢，期待了在维克托亚相逢，谢谢你们，谢谢大家，太棒了，太棒了，好的，太棒了，太棒了，谢谢，谢谢，谢谢，我需要再有10个朋友，再有10个朋友，请举手，请举手，哇哇哇哇，太棒了，太棒了，谢谢，谢谢，请举手，请举手。OK OK， 现在我们已经超过40人举手，谢谢。那我们这个亲爱的朋友们，这个丁总将进到群里来，然后我们现在在群里边，丁总继续回答我们的问题。星期六真的是一个美好的一个星期六，让我们期待明天晚上7:50，我们继续见面。谢谢大家，晚安，谢谢。